阿根，你收埋啲咩？冇嘢，咩嘢收埋？你做咩需要无神行翻转头啫吓？我争啲唔记得咗问你，你有冇听过新威龙广场嗰个战队碌碌大赛啊？你都知啊？报咗名啦！我就特登通知你参加，因为我要报一战之仇。讲到整煎堆嘅速度，我认咗第二，冇人敢认第一。 今日有李师傅喺度做见证，就睇下我点赢你啦！今日比赛限时10分钟，开始！太极旋风叉，金刚拍门。当年我就因为用错咗只细镬，所以先输咗俾你。18年前你都输咗俾我，今时今日。 无谓再出丑啦，系咪啊？当年输咗俾你之后，经过咁多年嘅尊严同苦练，我就系等一个咁嘅机会。你唔系怕系嘛？我使怕你？你翻去睇啦。阿叔啊，同你二家姐两个个都有节目，佢哋有佢哋嘅世界，都系细妹你乖啊！ 有得成日陪住阿爸，陪成世我都唔厌啊！你咪傻啦你！经过激烈嘅初赛之后啦，剩低呢5位参赛者就会争夺我哋嘅冠亚季军啦。咁决赛咧就系喺指定嘅时间之内做出最多合大会规格嘅战队，大家准备好未啊？My soul win 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你支持你，苏姐醒啊，苏姐劲！ 苏姐炸到你眼劲劲啊！好嘢！Lisa，阿迪卡拉，萨波拉吉达，曼尼吉达，Lisa加油！比赛正式开始。呢个年代仲玩功夫？ 梗系玩电器啦！为咗成本。 我一定要攞第三名。大会系临时争夺咗第三个奖项，咁第三名咧就系由连晚煎堆钻石湖人公司送出嘅免费情人配对服务1次。吓，呢间湖人公司最近撮合咗几批名人爆红噶喎。听讲啊，有钱女想报名啊，都要排到出年年中啦，系咪嗰间啊？冇错。哇，呢个三奖啱啊，成妹啊，Lisa 好似乜你？依家我养嘅谭浩仲儿童嘅苏姐带头，只要赢阿崔安迪少少啫，我就可以稳攞第三名。阿爸做咩收咗火嘅？我哋练习嗰阵时佢都唔系咁噶。喂喂，系咪崔安迪出咩蛊惑影响到阿哥啊？唔系喎，崔安迪都放慢咗喎。啊系喎，乜你唔觉得崔安迪同阿爸对住干嘅咩？喂，崔安迪，你仲唔翻嚟？ 人哋多过你啊！我有分数啊！你仲快啲收？吓，唔通你又想同我争第三名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。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